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是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第二部分，人的堕落根本原因是不信。圣灵来到叫人畏罪，自己责备自己，都是讲到人的不信。但魔鬼欺骗人，使人以为是因为环境不好或者自己不好才会失败。但我们从信主直到现在，都是因为运用信心，相信主的话和他的爱而提升。例如相信神使万事效力，我们就能够越过一切环境。又例如我们相信自己是新造的人，就会活得最正常，不受错误道理影响。不信是万罪之根来的。主他最后那晚他讲到圣会来，他来到使人畏罪畏义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第一句就是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。人家犯多罪呢，就因为他不信。圣会就要特别是使人知道啦，你不信主就使一生咁样犯罪。所以今天你要接受主做救主，冇第二方法。都圣嚟到就使嗰啲未信知道啦，接受主，唔依靠佢，唔信佢啦，唔得噶。今日我哋一样啫，每个人都唔得噶。魔使人堕落就使不信，使痴咗，阿当阿不信，就唔听神嘅话啦。你爱神会听神嘅话，佢就不信神，就唔信佢爱就唔听神嘅话。俾魔鬼呃咗，今日唔好俾魔鬼呃。如果你是不信，你是没有希望的。凡不信的路都完全没有希望，任何什么路都好，任你那几辉煌都没有用的。即凡使你影响你对主台发下信心，不会对有帮助。所以始终堕落，人所有人的堕落都是因为不信，不信神的爱，不信神的话，只有不信。譬如你过去你犯了那么多年罪，是不是因为不信主？要信主你不会这样的嘛，你信主才改变。所以不信就是万罪之根，亦都是万恶之根。唔好以为不信是小事啊，冇希望啊，是万苦之根。啲人点样痛苦就系佢唔信，我唔信神嘅话嘅。阿爸对我主爱我，冇可能快乐。我有主头阿爸，无论咩事，我而可以喜乐噶。乜嘢可以改变？但最宝贵嘢唔会改变嘅，绝对唔会改变。无论现在嘅事、将来嘅事，所受处之物。都唔能使我帮神个爱隔住，绝对冇嘢能够。一个住埋我心中，好埋个方案，冇得隔住噶。但如果今日我唔信，我即刻唔同，我即刻借晒。而家如果我唔信神爱我，唔信佢话，不信话咧，点都全部落去噶。嗱，如果靠所有嘅嘢唔靠住咧，我即刻落，冇得喐，冇第二方法。魔鬼咧就要呃好多人。佢使佢唔知道自己点样失败，可能你个环境太恶劣，我话你自己本身太渣，你个人你个人太衰。佢用各种嘅理由，佢唔俾你知道，你系因就不信失败，蓄意犯罪就痛苦。所以魔鬼佢一定将佢胜过你，佢呃你嘅嘢咧，佢尽量隐藏，佢唔想俾你知道你失败嘅真嘅原因。真原因唔系因为环境，环境可以恶劣啲唔紧要。你只要靠主可以，除非主叫离开环境，你都会知噶。你可以问主噶，如果系一般佢准许发生嗰啲，冇事噶。你信唔信完全两回事啊，两个人嚟噶。我信主话，主话咧，其实万事会有效力，就爱佢顶住。今日我只要听佢话，我爱佢啦。我就算系遇到咩难处，都会对佢，唔单对佢益，如果对其他人有益嘅喎。旧年我都因为身体差咗，我有个宽敞饮食出嚟啊。我而家情况啊。我唔知个益处几大喎、啊，虽然而家进展得很慢，而家起码有啲嘢我以前唔同晒啦。而家你唔使叫我，我而家十五钟前瞓，我琴日大约九点钟瞓，我已经差唔多啲方胜利啦。我唔使人帮就乜都唔使，即系主佢呢次管教我好强，我过身得太强啦。咁呢次直情降到好严重，同埋咧完全两个人，但我充盼望。
但因为有主嘛。如果你不信，即系我唔敢谂啊。但系我有信心，主系真噶嘛。佢最爱我噶，我知道佢会使呢啲事效力噶。而家虽然我未知道最后点，因为我会继续我嘅研究，起码我咁状态点样扭转佢，一咁艰难。起码嗰啲长者，我最知道唔运动系冇办法。加上你个脑啫，因为你运动到个脑有影响。我都盼望到更多人，所以我呢进步已经好宝贵啦。以前我瞓两三头我都冇事噶，你发现我喺度讲信息冇问题，我而家唔得。上个礼瞓都系成十个钟头以上，但系都系唔够精神，比以前瞓得相多，但都系唔得。你一切问发生好多事咧，都系因为你不信。而家我相信佢一万兆嘅效力，就算而家咁嘅情况，我信呢句话，佢会使呢件效力。对我对弟兄姊妹应该有用，有啲我唔知噶嘛，即系发生咁嘅事，我点知啊？我人体好难恢复个瘫痪喎，因为我啲身经片嘢，我知，我都话从死门中出嚟，你有冇知道？以前唔系讲笑话，但都充信心，怕嘛？嚟紧呢次系第二年啦，我仲想跑翻马拉松啊！但我就仲系想可以话有主，你充满盼望。咁所以记得人咧。落咧就是因为不信，上翻去咧系因为信心。你每个都系天人嚟噶嘛？你咁多年未唔信主，你一信主嗰日开始唔同啦。你知道我从头到尾到今日，我完全讲话信心。我一直讲信心嘅路啊，我系行紧呢条路。因为佢今日系真，你唔信佢唔啱噶。佢讲咧话真，佢冇讲大话，都见到噶嘛，听个你知噶嘛。佢完全冇会应验，佢讲话系真，佢对我爱系真，根本系好厉害，佢做咗出嚟。我成本圣经，如果神爱我哋，何必咁长细本圣经？包括我哋各方嘅嘢，好厉害本圣经，最 up to date 噶，唔系话古老嘅，最适合而家呢个世界上用，系神嘅话。我信佢，同佢话，就佢对我爱。如果你唔行一条路，你冇办法噶。我担保，你绝对冇得行通。我可以讲明俾你听，你做之不你唔好做啊！啫，行唔通啊，所有啲路都，因为佢系真，点解唔信佢咧？佢爱系真，点解唔信佢咧？佢系帮到你，点解你唔接受佢帮助咧？你唔信佢，你唔啱。所以你受苦自取啊！我自己，魔鬼唔想知道呢啲。佢只系想将你个失败原因讲喺其他地度，你个原罪啊，所以历代点解咁重咧？佢一讲原罪，亚当犯罪遗传系冇圣经讲过，佢解错圣经，害咗好多人，同埋嗰啲别处罪嗰对睇点啊？所以佢有咗原罪，亚当遗传嗰啲罪俾佢咧，佢响罪性唔犯罪唔得噶，变咗呢个好似系罪嘅根源咯。佢唔够注意不信佢。要信心起翻，咁美神所对付呢啲罪性原罪，但系佢冇呢样嘢，根本就圣经冇讲过一句话，而家讲系相反嘅。佢哋而家好多都系对付紧呢样嘢，佢点追求神？但对付紧系冇嘅嘢，咁所以超难明噶。譬如死己啊、老阿当啊、老我啊，要死噶，自己要死。圣经好清楚，圣经讲我都死咗啦，点样再死啊？我九个活着嘅唔再系我，而家我活着嘅唔再系以前嗰个人，我系新造嘅人，好清楚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好清楚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而家活着嘅唔再系我，波罗讲咗清楚。而家活着唔再系我，以前嗰个我，乃系基督喺我里面活着，呢个新我嚟噶，喺我里面活着。所以而家好多基督徒佢唔明白新造嘅人，佢都唔能接受。即系话咧，我系全美丽豪华先，点啊？但系佢永远都有罪性，唔罪喺嗰啲喺里面，只要见主啊，先可以摆脱。咁一生都系有啲嘢喺里面，点会全然美丽咧？冇可能。佢接受唔到牙膏，有啲喺别处有人受过晒，我受过佢呢个，佢受过，
好痛苦啊！所以你一定要信神个爱，唔系出于信心嘅啦，冇作用噶。使你越信神个爱，使越对佢充信心咧，就一定好噶。经常都会系，咁就清楚啦。有好多追求嘅路，佢唔系讲啲嘢，所以变咗好多都系冇用。你发现